你们所有人跟我说，咱们吕家人的血每一滴都很珍贵，可到头来就是他的血最珍贵。你们明明知道这一点，还要把他阻了。好啊，你们不是对幽狐邪恶吗？不是不顾亲人的死活吗？我今天就要让你们尝尝失去自己最爱的人，失去所有最美好的回忆，到底是个什么滋味。你们这些同谋帮凶，我就要让你们在回忆的美好和现实的空洞中过完这一生，这就是你们应得的下场。从今以后，请叫我全姓掌门。是。